现了中国这个男子手枪速射实现了新的突破，获得了一枚奖牌。那你觉得自己今天这个决赛认为怎么样呢？打决赛之前没有考虑突不突破的问题吧，首先还是先做好自己，完了一步一步来吧。虽然今天没能取得冠军，但是自己还是有所收获。刚才我看这个决赛当中出现了非常可惜出现了三中，那你觉得当时是出现了什么原因吗？可能在决赛中个别主次的把握上自己还需要加强一些。我觉得这也是你，我知道这也是你第一次参加这奥运会的比赛，通过这场比赛你觉得自己能收获什么东西吗？首先我的宗旨还是体验吧，以体验为主。体验到了有收获挺好，至于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也没有什么不满意。好的，谢谢，恭喜恭喜。